我现在要开 SPA 的。哦，这个我靠，我们这是按摩浴缸。对啊，去那些外面已经游泳池啊，或者哪里躺在那边给人家水疗啦。全联生鲜怎么来？型男打工团和你一起玩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特别企划之二厨带你去旅行。每个食材的背后都是一趟最新鲜的旅行，带你解锁生鲜产地，跟着食材去旅行。好不理我，我找我鲜鱼区，鲜鱼区是吗？是的。这是什么鱼？这是挪威的空运鲑鱼。OK， 鲑鱼这个环境就是专门负责处理新鲜的鱼货。对，没错。我们现在戴着口罩，感觉真的像在渔港，但就是那种新鲜的鱼的感觉，它不是腥味，完全没有什么腥味、啊，对，都没有腥味。你们现在室内平均温度大概多少？我们的作业环境温度都在12度，所以到夏天我们这边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工作环境。洗鱼可以感受到这房间的冷，真的有冷。对，因为我们的水是5度C，水是五度哦。对，为了让商品的鲜度保持在很好的状态下，所以我们包含连水的温度都是有限定的。它那个鱼平均大概都4-5度而已，我们买的都是盒装包好的，经过一系列的运送、包装，我们买的时候很容易，可是前面的处理非常的费工。我们刚才不是在刮鱼鳞，有一些背部的跟肚子的鱼鳞是比较小片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会把鱼再放下去。做水SPA15到30秒的时间，15到30秒，对，让鱼体上面的一些鱼鳞跟黏液的部分再做一次清除。好妙哦！哎呦，水慢慢都变浊了。你现在设定是每片15公分哦？不是，要切15片。要切这么大的鱼要切成15片？哦，是这样子量的。哦。哇，准备出来，哇，哎，好工整哦，绝对每个都一模一样，完美。你们现在看到去后面这一块，筋膜的部分、软件的部分，因为其实有时候在咀嚼不断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场都会做一个加工，就是把筋膜给取掉。对，那这个其实就是不要的了。啊，就是耗材。对，所以其实它的成本损耗是很高。所以牛肉下面那张纸就是为了要吸血水，对，然后让它肉品更紧实。嗯。这个其实都是日本进口的包肉纸，然后呢，我们会去做，等一下它完之后，我们会做一个包覆的动作。它同时可以吸血水，然后包含肉品多余的水分，它都把它带掉。对，给他们专业包一下，包肉质。哦，你现在仔细看，它在包的时候又觉得它的血水已经有吸附上来的。对，有。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是大概抓一下。对。好，那相对也是我们的手温，是不要，因为其实牛肉怕温度高，对，那其实我们本身有手温，所以其实也是借由这个动作，对，让手对不要一直去摸。那有什么顺纹逆纹切的注意吗？这个很重要哦，因为所谓的顺纹逆纹，它是关系到肉的纤维值。嗯，那现在我都是逆纹切，对，切完之后它的纤维变成是短纤维，所以我们在咬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很好入，比较好入。对，在家也可以注意，尽量要逆纹切。好像印表机哦，对，很像印表机哦，它连份数都已经切好了，然后这样就是一份哦，一份的量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啊。哦，
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份很不错，很适合那种单身的人可以吃。谢副厂长，谢副厂长，欢迎你们再来打工。这些东西在哪里都可以买得到？在全年都买得到。哇，那太方便了。今年中秋节，如果你们看完我们节目之后，想要烤什么肉、做什么东西，可以参考我们的节目，是是是，然后再去到全年去买，一定是非常 OK， 绝对安心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副厂长。行男打工团跟全年二厨带你看见新鲜，吃尽新鲜。